十四号上午，举行夜工丁开馆剪彩，邀请市长吴伟特、议长郭信良、嘉义分局长施宜先，甲社区内市员共同剪彩。金东镇十七街头二十四串庄，家主小人香客五条红酒，百酒新人夜工甲白剪彩，啊，典礼开始。市长吴伟特表示，面临武汉肺炎感染期，期盼透过着消防枪口制定以及夜间灯的亮起，保境平安，消灾解厄。尤其面临武汉肺炎，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感染期，其实民众心里是很需要这个得到信仰的慰藉，所以我们很期待咱的百足僧人的夜间灯的这个邀请，会当为咱。大北门区由咱嘉义区十七庄社来得到人生的平安，也嘛得到消灾解厄。一透早，金东灯庙埕涌入九千名的民众，小姐来看到百足精灵夜光灯，在剪彩之后，吊着金东灯三遍，象征圆满。金东灯的主委陈立国表示，夜光灯属于夜灯之一，嘛充满着神圣。总共有108节，有着36天光甲72地煞，总共108位的天神神君来组成，全长是201.8公尺。这种精灵啊，夜光灯啊，就是咱雷府千岁。所接掌的，你咱旅游潜水就是讲，因为新锐有够迄、那个吼威风，才会当来接掌这个108夜工。吼、一般台湾省会使讲国际上，干那咱金东镇有这尾108夜工。夜光灯在引导人员开路之下，由中山路倒越到光复路、新西路、延平路等等，小信堂沿途夜灯啊，让信众吃平安。现场是六日光棍，咱的新闻跟新妇嘉丽参报道。